可以来修厕所吗？修厕所吗？我先修理你哦，是个。天哪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哎、欸！你刚刚攻击我的部落。那个攻击他村庄人是谁？卡卡西亚全战，刚刚好像遮错地方了。银色头发那个是谁吗？银人。外外。喂奶的意思吗？喂奶，然后是外遇。医生，我觉得很不舒服，好像这几天都没有看到有趣的东西。我晕了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帮你听一下，来。等胸口要上来。哦，这个很好解决啊！基本上呢，你只要每天三餐饭后早晚都配上波波接地去的每一部影片，你的病就会药到病除了。原来是这样，谢谢医生，谢谢医生。欢迎收看波波接地去。你发现自己开始有初老症状了吗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老的跟不上时代了呢？我们今天就要来检测看看网友们到底活得年不年轻，走吧。今日初老检测者。还好，但最近有在看排位啊。为什么要看？太早了吧？你觉得你自己是年轻人吗？我觉得是，我觉得我的灵魂跟外形完全是，但31的话，我就觉得好像有事。请你觉得自己还年轻，但是到了公司看到这些妹子，就觉得自己不年轻。我还年轻，我还年轻。那首恩现在去 KTV 第一首都点什么？我点第一首，我一定点原来香啊！点什么我都没听。现在去 KTV 如果点 Party Party All Night All Night， 我就都是老人了嘛。OK。舞迷们，我们处理好了。我先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去吃牛肉面，然后回来唱末班车。别回头，哒啦啦哒，哒啦啦哒啦啦。来，下面一位。我是跟年轻人唱歌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想特别点什么歌来展现自己，还有跟上流行？点餐了，无非就是已经被拱到真受不了了，然后就啊，先唱一首，要不就要喝酒，那我就选择唱。那会唱哪一首？选张学友的《咖啡》吧。没有就要喝酒。不如喝完这杯，就各自回家。你会不会没有看？熬夜，只要熬夜就要吃好几天才不会啊！有真的，对，十几岁跟二十几岁有差，三点我就觉得好累，隔天就要睡到很快中午。那三十岁不就会到后天中午？大家十点就九点十点就很睡。十点什么东西？你有女朋友吗？现在没有。哎，有女朋友应该也没办法这个作息。不可能，我可能让你睡，我让你睡。会不会经常异档？我都是看那个脸书会跳出来五年前这种，然后就立刻密当时一起拍照的朋友，然后开始讨论。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？我会怀念当年玩得很疯的那些生活，然后现在就是再也回不去了。我回不去了。有没有觉得这几年记性变差？有稍微。昨天我老婆要我去买灯一片，然后我就钱包拿一拿之后，我就走到门口，然后我就问她说：“你刚刚是不是要我帮你买什么？”哪天就会忘记有老婆了？我们是本来记性不好，那时候我要去夜唱，然后把笔电带过去，喝完酒之后我也直接回家，然后直接忘记笔电在哪，然后就放在摩托车上两天，然后都没人跑。所以我就很相信台湾治安。然后有一天我买了一个卤味三字，儿子挂在摩托车上，就去 OK 买多多，出来就不见了。我想说，所以大家比较想要吃卤味，卤味比较好吃啊。记忆力不好的点就是，你可能晚上问我中午吃什么，我有时候就真的会忘记我中午吃什么。大家记得中午吃什么吗？留言告诉我们。多乱交朋友吗？有一次我喝酒醉，然后去我家公园旁边散步，走到一半嘛，就有一个人就坐在凉亭下面，他是公园里面的乞丐。我之后就请他喝酒，他们是一群，他们三个全部住在那个凉亭里面。他想加我的 line， 为什么乞丐还有 line？ 我们要组一个群组叫凉亭帮。凉亭帮，帮我吃饭喝酒过夜，这种人也有，还真的有。如果在一个社交场合，就不会主动去搭话。看情况，如果那个人是当下他处于比较弱势的状况下，就可能我就会过去跟他哈拉两句。你刚刚听到关键字是女的，对，我没有。今天那个女友，如果有因为才不让你解释呢。你对恋爱追求是轰轰烈烈还是稳稳定定？稳稳定定的，但是床上要轰轰烈烈。自己要，对，最好有鞭炮，鞭炮是而且是要拉蜡烛吗？你不知道拉蜡烛吗？拉蜡烛就是那种一串珠子，然后很像佛珠，然后拉。
你会不会被喊哥或是叔叔？就刚好就那个弟弟而已，差点掐他。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去偏乡教小朋友跳舞，进到他们学校里面去敞开，他们就看我说：“阿北可以来修厕所吗？”修厕所吗？我先说你要是个。有看过吗？这个影片没有，这太难了吧！前面有一只超胖的狗。天哪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哎。前面有一只臭霸气的猫咪，猫咪猫咪。前面有一只可爱的狗狗，前面有一只超可爱的狗狗，是不是超可爱的狗狗？答对了。前面有一只超可爱的狗狗。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请问他说了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猜 B 吧。你也是 OK， 好，不对。我刚刚有看过哎。你也是 OK， 没问题，好的。猜 A 我也是 OK 啦，那种感觉。你答对了哎、欸，我也是 ，OK。你刚刚攻击我的部落，对，部落还村庄、啊？这个我知道。你刚攻击我的村庄，谁攻击我的村庄啊？那个攻击他村庄的人是谁？啊，这我不知道哎、欸。雪莉，你刚攻击我的村庄？这是谁？你知道吗？死定了，这没有看过哎。把杰伊变成老虎，无望。很直视，很直视。这是谁？把鱼变成和牛，了解。答错了。把杰伊变老虎，无望。这个前面那三个明星的应该没什么兴趣吧？把杰伊变成老鹰吧，是吗？没有，还有这一集，没有这个。不然把杰伊变成老鹰，得不到杰伊就把人家变成老鹰，明明就写老婆。把牛变成鳟鱼。答对了，好强啊，超强的。把牛变成鳟鱼，知道了。你就暗恋我吗？你觉得这是假片吗？我不知道啊。总有看过吗？没有，是什么？哎，这个我知道，我就怕被骂啊。OK， 我就怕被骂。哦，那就中了。你像米莱西卡是怎样？我就怕被骂。你问这部叫什么？鬼灭之刃呢、啊？鬼灭之刃，鬼灭之刃啊！鬼灭之刃，我有看。下一个，进击的巨人，进击的巨人啊！但是我怎么没有看到很像巨人的东西？他故意挑一个没有巨人。心机很重哎、欸！火影忍者吗？那你认得出来那个银色头发那个是谁吗？鸣人，鸣人，不知道哎，卡卡西前传吗？卡卡西亚前传，它里面有一个长得好像鬼，但它好像遮错地方了。遮错地方，它不是应该在额头上面吗？它怎么遮脸？咒术回战，卡西前传到底是发生什么事？排球高手，这个排球少年，确定吗？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好，排球少年。排球高手对，不是。我还特别在看，说还是他是网球，排球少年，排球少年啊，不用看了。Pickle 天竺鼠车车 ，Pickle 天竺鼠车车，还是 Pickle Q 天竺鼠车车，哪一个呢？天竺鼠车车 ，Q 天竺鼠车车啊，哎，可以耶。取关是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。取关我不知道，取消关注啊。取关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没有人知道啊。取消关注吧。哎、欸，他没有答，很厉害、欸。我们都不知道取关。你知道什么取关啊？反正你这那种心态、啊、真不行。我想一下，想不起来是不是？因为我不是苹果的，所以你听人家说要抓什么抓，你有被排挤的感觉吗？哦，有啊，因为我朋友都用苹果啊，我的朋友 OPPO 啊。可是你找不到第二个用 OPPO 的人。那你这个功能用过几次？你的问题很歧视哎、欸。AirDrop 那个船哦、AirDrop 睾丸，小恩知道吗？你不知道，那你刚刚脑中想到的是睾丸对，睾丸。你给他看字，你给他看字。我以为你要我给他看你牛的。被黄标了。高级玩家啊！哦，对。二外二奶的意思吗？有二奶在外面，对不对？对，二奶然后是外遇。这答案我喜欢。二外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第二外语吗？第二外语。第二外语吗？答对了。那就是我不太单身。检测结束，你答对几题？那我问你，你有在用 FB 吗？没有，我删掉了。应该是老人在用啊。你有没有朋友会一直发？还是有哎、欸，而且比我大一两岁哦，然后还是狂发，废话也狂发，自己对自己的精神喊话。那你会鄙视他们吗？会。那你会在 FB 上发文？
会，我会发在爸妈面前演好他们想看的样子，所以跟朋友就是出去玩啊什么全部都发在 IG 上，然后脸书都在发一些我今天去哪里看的一些什么展览啊，或者是哦什么电影好好看，我今天看了什么书，或者是跟家人去猜。你知道现在最红的当红的现在的 APP 是什么？最红，年轻人超爱，年轻人最爱，然后有超多就是新奇的资讯。我真的不知道哎、欸，现在是工商时间啊，莫奈利亚。哦，对，一定要会秒。啊，对对对，没答对的快去下载。我问个问题，好像只有个哒哒哒的声音，那个哒哒哒是只有，对啊，还是只有我有？是王心凌有来吗？